Hello， 我现在是在给美国计算机要塞国家集训队的同学们准备这个证书。这个证书呢很简单，就是一张纸。但是呢，别小瞧这张纸，全美国只发二三十张。拿到这张纸呢，上麻省理工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。即使上不了麻省理工，像伯克利啊、卡耐基梅隆呀、加州理工这些学校也会抢着要。所以呢，就是含金量很高的一张纸。恭喜拿到这张纸的同学们。